六有肺炎吗？武汉当中几人已病重，药物密透露吗？然后病人失了踪，大陆有肺炎吗？夜比香港港人似做梦，内地里疫情似是失控，微博起晒红，每天几粒钟，武汉香港已互通，肺炎如沙士，人人在惶恐之中。支持交俾你听 Time Music， 将社会时事融入音乐，想投稿嘅都可以随时揾我哋㗎。